你也赢不了，我也复不了国，但我认了，好吗？我也认了。但是啊，我一定会帮你复国的。因为我觉得我有比鱼更珍贵的东西，就是娘子。我要一直跟你说肯定句，是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的，好吗？我给你。哎呀，我相信您的人品，公子。他说他给你换回来的。夫君呐。哎，夫人。我跟你说呀。累了吧？我在等着开，我等。不是你这啥？哎呀，要分手？不是的。你是要分手？不是，不是的。你先别考虑我。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有一个情况。我拉车去。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你太可怜了，我想哭。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情况。看不到你哭。就咱们家除了我以外，所有人都已经背叛你了。就是郭麒麟想单独成为一个公子，然后现在就是他们那个队，王有龙他们那个队，所有人都已经归附给郭麒麟了，然后他们带着我们所有的鱼都走了，我拽不回来了，就我一个人回来找你了。行，就那就咱俩。但是我就是咱俩要是在一起呢，嗯，你也赢不了，我也复不了国，但我认了，好吗？我也认了。但是啊，我一定会帮你复国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比鱼更珍贵的东西，就是娘子。我要一直跟你说肯定句，是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的，好吗？这儿别拽了，你不累吗？不累，我这特别开心。我想跟你挣鱼去。咱俩别挣了，不挣鱼了。咱俩再挣也搞不过他们，而且咱家没人可以加钟啊。我现在因为我还欠人，就欠这位，他这欠我六条鱼。对，我为啥你欠他六条鱼？因为我娶你的时候没带钱，我就你不还给人家了吗？这马上还，就你去吧。哎，你要不要看我挣鱼？我走吧。啊，我可咋挑这么个，一点不操心，一点不难受。人家里面人都背叛完了，还搁那挺开心挣鱼。哎，复不了国，我复不了了。人呐，就有这个命。哎呀，干啥呢？哎呀，雪琴，雪琴来了。你们商量出啥来了？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？你过来。不是他们，你不知道他们，就是大林他们要当公子吗？我知道了。我觉得你搞不定大林，不如你九郎和老秦捏在一起啊。是啊，就是这意思。等一会儿，那你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就现在。你先听我说、啊。我先把大林困在这儿再说。就困在这儿。但是现在有一个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有一个情况啊。嗯。好多钟吗？你让我多加一回，我就可以多一个钟。就在你们仨之间反复横架，加三十回，我就三十回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吗？我这不就来找你商量来了吗？可以，行。怎么又可以了？我们俩有点那个私人感情。我活的动力了啊！没事啊啊！哎，我又活了，因为有雪琴啊，我，哎呀，我这人生就美满了啊啊！我是这雪琴刚才说的这么一个招，咱仨人呢先搁在一块儿，让他呢来回架，咱仨来回架，架来架去架的他钟就特多了。我想要多少钟有多少钟，我每架一次就多一个钟。咱队不就赢了吗？这么狠吗？对，就是每一次架完了，前一呼就是净身出户。对，嚯，这么横吗？你这个角色。所以现在你们可以选择，就是我不停的在你们中间架。罗圈架是吧？看你愿不愿意参与了。什么架呗，反正就你乐意这玩意儿的，就架呗。不是不是，你现在为什么要突然这么玩啊？因为我的夫君非常的惨，所有人都背叛他了。对，把我们家所有鱼都给大林了。我觉得我夫君人又傻，又老实，完了又还搁那天天干苦力挣鱼，完了鱼都没了，我觉得他很可怜。其实每一个夫君都是这样。走，咱找太史令去。走，雪琴出这个主意行不行？可以。我听夫人的，那走呗。二婚仪式，我的二婚仪式呢？我先迎娶吧。那来吧，你先来是吧？我先来。哎，哥啊，对他好，你快往，不是，绝对对他好。他爱吃冰激凌，你他爱吃什么都给。快，哈密瓜味儿，哈密瓜味儿。你快把眼睛闭上，我们这个画面你看不了。你把眼睛闭上。夫人，来吧。完了，那个我俩结婚了，仪式呢？是不是得有一下洞房什么的呀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恭喜玉陶君与李国公主李姬结为亲好，扬我云国国威，为玉陶君加四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俩离婚了。来，给我们俩主持一个离婚仪式。
先离，然后再嫁他。我都等不及了，现在出于冷静，且不得离婚。那咱俩再玩会儿，我俩再冷静冷静，我俩再玩会儿，完一会儿再找你。